我涂个唇膏。 观众朋友们， 现在你们看到的 就是我被 MBCC 抓获的完整影像了。 新闻时间到， 准备好， 要一起上电视了。 新朋友老朋友， 是你们的记者好朋友， 在我身边的 就是鼎鼎有名的 米诺斯 卫星管理局局长了。 摄像机就位。